上我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举举棒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，举举棒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，举举棒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狂野老伯，数据情况怎么样？报告大人，数据一切正常，看来这次实验一定会成功。还是看看再说。赶紧调整一下。切断所有数据传输，马上！起来，都给我起来！我的手！对不起，大人，请原谅大人。大人，根据今天上午的善变行为报告显示，有两个外星族群的行为不符合规定，请指示。这时候还来添乱？这才对嘛。老师手机里记载的要素全部都准备完善，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？你说老师叫我们过来什么也不说先罚站是几个意思啊？是不是有个超级酷的计划需要我们执行，比如虫洞穿越、时间旅行，还是我最喜欢的时空跳跃啊？你难道不好奇？不过也是，老师做事从来没有预告。你就能安静一会儿。这是送给你俩的礼物。好东西一定要分享。那也得先让我看看。抢来抢去多不和谐，一半就好了。老师，一人一半怎么看呢？将就着看呗，你俩是我最聪明的学生，只有一半设计图就够了。老师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我俩拿的不是完整版？哎呀，我也得在上厕所的时候有东西看嘛。好了，别嫌弃了，拿着玩去吧。脑波强化器最关键的一部分一定在迷糊手里。报告大人，优秀市民计划执行顺利，请大人审阅。不行，你要减肥。非常好，乌巴星的和谐与进步要靠所有人的努力。终于找到他们了，派出行动小组，将星际特工抓回来。明白。找到星际特工，就能找到迷糊。嘿嘿，迷糊，我们终于要见面了。
距离发现狂野老伯的区域还有5公里，快到了，阿武，开快点！一定是我看花眼了。快走啊！是钢齿虎。好。哎呀！猪猪侠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蛇行走位。了解。哎呦！哎，这这这打不到啊！中国来喽！呀，来追我哟！冲过去！糟糕！来追我哟！什么？铁拳虎，左边左边，右边右边，不是不是，左边左边左边。猪猪侠，小心！这是什么地方啊？管它什么地方呢，那边有出口，先出去再说。哟呵，居然还是真人版的娃娃机，是不是奖品也更丰富？别！猪猪侠！小呆呆！小呆呆！快走，危险！把真人版的这么难，行，我就让你们看看我的厉害。小呆呆，快跑啊！猪猪侠！找到你们了。又送来一只。哪里逃？我的头啊！
猪猪侠，你没事吧？疼死宝宝了。啊，对了，我们可以抓住那个爪子逃跑啊！嘿，有戏！我的宝贝！你是谁呀？哎呀！你竟然打我！那个夹不住刚吃虎多久的，我们还是赶紧先跑吧。报告大人，行动受阻，即将失去星际特工的踪迹。把整个五八星翻个底朝天，也要把他们找出来。啊？狂野大街10678号。哎呀，信号太差了。陌生地方乱跑可不行。哎呦喂，这谁呀？走路不看道的。超级锁，还给我。不还。狂野老伯，他长相奇怪，服装奇怪，行为举止也很奇怪。一看就不是好人。我们是来找狂野老伯的。不管。凡是找狂野老伯的都是坏人，先抓起来，统统押回基地。是。先别急，看看他们到底要做什么。别推呀，我们会自己走的。超级棒棒糖，披着彩虹的光芒，关键时候帮我忙，给我勇气和力量。超级棒棒糖，它有神奇的力量，偶尔失灵也不慌，靠我自己向前闯。如果没有超级棒棒糖，还有勇气来帮忙，让我学会努力和坚强，给我神奇的力量。如果没有超级